商台嘅综合新闻报道咁样样。喂，今次咧要讲啦，喂，姜涛生日咧有冇咁冷清咧？喂，唔会啊，旧年喺科学园都哇好多人啦、啊，系嘛，都萬几两万人啦、啊，系嘛。今年嗰个姜涛湾，就算系姜涛唔喺香港，喂，都万人空巷啊！喂，但系琴晚系嘛，阿 Anson Low 系嘛嗰个咁嘅生日会，即系嗱，官方讲啊，唔关我事啊，系咪啊？系咪我个咩传媒讲咧？佢报道出嚟都话，好似话得2000人啊嘛，咁样，诶，得2000人同啊 Anson Low 庆祝生日，咁啊系咩状况嚟咧？究竟呢2000人系咪要出呢个天价先可以入到去，定系其实基本上呢2000人，即系连凑够呢2000人都困难咧？咁一阵同大家讲。开始段片之前，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啦，同埋留个言咧，一个心心，一个笑容，一点都得啦，同埋货金支持。嗱，咁呢、这个，Anson Low 嘅生日咧，咁啊，真系好令到人哋哗然啦、啊！琴日我都讲啦，琴日嗰个我都即系特登即系叫做现场，即系用我自己双眼去睇啊！嗱，今次高恩仔就唔系道听途说啦，系嘛，亲自落去睇下，究竟吓佢哋嘅口中系嘛，全香港最受欢迎男歌手啦，系咪3.8？Anson Low 究竟点强？嗱，亲眼落到去，老实讲，即系，其实我都开心嘅，因为我见唔到太多粉红怪，唔使令到我太过惊啊嘛。但系我话俾你知，即系我嗰啲咁嘅吓，所谓啊，嗰啲咩教主码头啊，睇无人机嗰啲啊，咁啊，即系结果发现原来唔系即系咁多人喎、啊，系嘛？咁啊结果咧就令到即系我谂大家有好多唔同嘅 noise 出现啦，咁样样。咁啊，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就系讲紧，咦？咁啊，即系点解要咁样啊？点解要咁样去做呢样嘢啊？咁样，咁啊，结果咧就令到大家咧就觉得，咦？呢个 Anson Low 系嘛？呢个 Anson Low， 所以话咧，即系有阵时咧，事实就胜于雄辩，你明唔明白？即系你收一个生日会。得2000人嗱，咁啊，网上面有消息话咧，唔系普通人咧可以出席呢2000人嘅生日会嘅，系需要有一个大量嘅货金。但系我唔知啊，嗱，因为咧真系对唔住大家啦，即系你话啊，即系西九可以去下睇下，系嘛？天星码头嗰阵仔都可以渗下去，即系叫做监视下。但系你话，Anson Low 嘅生日会我真系入唔到嘅，大佬，即系我冇咁嘅身份咧，可以潜入去。即系，但系咧，即系要有啲即系叫做，有啲叫做有啲叫做唔知啦吓，有啲我嘅观众听众咧话入到去咁样，但系我嘅观众听众应该都系姜糖嚟。点解会入到去咧？咁我唔知道。咁所以我谂整个过程就好奇怪啦。整个过程就好奇怪，就系讲紧，咦？点解会咁噶？系咪先？你明明话号称你有16万 fans 噶嘛？号称你系最多人支持噶嘛？号称你系全香港最受欢迎嘅男歌手嚟噶嘛？咁点解你生日会会得2000零人噶？系嘛？喂，姜涛见面会都～唔止啦，系咪先？喂，你睇下今年姜涛生日430，铜锣湾系嘛？姜涛唔出席咋，都大把人啊喺姜涛湾。你话劲唔劲啊？喂，梗系劲啦，系咪先？即系你成日讲到自己
成日讲到自己即系点劲点劲吓，点点好点好，系咪先？即系老实讲，黄基表演又冇睇，系嘛？你所谓啊，括住啊，所谓呢啲咁嘅教主码头，我又见唔到有人咁犀利，系嘛？你讲紧咩？咩16万？我好似我琴日话斋，我俾16000你都做唔到啦，系咪先？1600人啦，每边800人啦，可能勉强凑够数嘅，系咪先？咁所以，即系我谂，成个历程就好令到人失望啦，系咪先？即系，喂，点解有阵时我都即系唔明啦？既然你哋都，即系起咗咁大嘅头啦，系咪啊？讲到自己有16万票咁犀利啦，咁点解你唔做埋佢咧？系咪？定系依家冇咁多临记，定临记贵，定系你哋冇 budget，定系点样样咧？即系我谂嘅都系你都要，即系我唔知啊。即系可能我哋即系叫做搞辈嘅人，成日喺度谂啊，即系做事要有头有尾啊嘛。喂，你依家开咗个咁嘅头系嘛？你谂下几多人跟你搵食啊？你睇下琴日我啲传媒，今日都有人讲啊，系嘛？即系你唔去现场，你感受唔到嗰种咁嘅冷清同埋落魄嘅。我话俾你听啊，系咪先？喂，仲要有传媒喺度讲咩咩啊？哇！我睇到一个咁嘅传媒嗰啲咁嘅报道想作呕啊！我唔知，我唔记得系传统传媒定系网络传媒啦。话咩咩教主日咩免费搭天星小轮系嘛，放无人机系嘛，全香港第一个艺人首创定唔知咩生日首创应援，唉，我唔知佢噏乜啦，系咪先？咩就中意佢个字眼，佢嗰篇嘢嘅气氛就要捧 Anson Low 咯，就系要话到 Anson Low 即系天上有地下无咁样样，即系完完全全咧系最劲嘅一个嚟嘅。即系你唔好话姜涛咩最红嗰啲。喂，老实讲一句，真系我依家睇翻咧，我特登睇翻咧姜涛430嗰阵时咧，传媒嘅报道，无论网络传媒好或者系传统传媒都好。佢嗰种报道嘅手法咧，你明唔明我嗰个差别啊？即系，佢哋报阿 Anson Low 杀人咧，就极尽吹嘘，系嘛？即系吹到即系冇人有，系以为真系一个即系一个咩啊？奥运会咁滞。喂，但系你想即系我睇翻430嗰啲报道咧，系多啊，但系我啲报道咧都系一啲。即系好似好中性啊，好似话啊，即系哦，系啊，姜涛生日啊，咁好多人去姜涛湾咯，咁样，系咪好多人做应援咯，咁样，即系呢个啰嘅态度，你明唔明？俾到人哋，你完全感受唔到咧，嗰种即系将现实去讲出嚟，现实去做出嚟，去讲紧，即系呢个咁嘅姜涛生日系嘛？大家做咗啲咩嘢出嚟？所以，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咯。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好特别嘅嘢。你唔好话，有啲咩嘅情况啊？我同大家讲，你唔好话有咩情况。即系我自己觉得，姜涛生日真系好睇好多，人多好多。即系两边我都感受过啊！即系老实讲，即系两边都感受过。喂，你完全感受到一种差别嘅，即系你咧能完全感受到咧啊！你去姜涛生日嗰、那个会场，虽然嗰个会场你唔使 book 嘅，即系姜涛湾啦，系嘛？你系感受到一种热情，人与人之间嘅挤逼，人与人之间嘅互动，系嘛？唔冷清噶，好汪噶，好好噶，即系成个姜涛月系嘛，都有晒好多嘅活动系嘛，喺唔同嘅地点啊，喺唔同嘅唔同嘅活动啊，咁样样，咁都可以睇到姜涛嗰种受欢迎嘅程度，系嘛？
咁而呢个今即系叫做琴日嗰个咁嘅教主生日，系嘛？你都睇到一种冷清，同埋令到人哋即系好难去明白对待，好难去明白对待。即系点解呢？即系你明明嗰啲传媒系嘛报道到，有好多嗰啲咁嘅，有好多嗰啲咁嘅，有好多嗰啲咁嘅庆祝生日嘅嘢噶嘛，系咪先？即系庆祝生日嘅嘢噶嘛，系嘛？结果即系结果就即系叫做冇办法啦，冇办法啦，唉，即系结果都系即系点讲啊？即系唉，都系冷清咯，我自己觉得。即系冇办法，即系呢个教主嘅生日，即系好彩我唔系话真系神徒啫，系咪先？即系你话啊，去到啲咁嘅场面，你话即系最多场面睇到啲咁嘅传媒系嘛报道系嘛，Anson Lau 个生日会话就话有2000人。但嗱，我當然我睇片係冇辦法去分析啦，冇辦法去分析究竟有幾多人頭啦，因為我個 Apps 喺我嘅手機啊嘛，我又唔可以在場會現場去影張相去即刻點人頭啫，係咪？點唔到，根本都冇得點。咁啊，結果咧就即係我諗成個歷程就講緊，唉，即係。好令到人哋失望啦，系嘛？喂，仲话成日仲话超越疆土啊，系嘛？成日都话我要超越疆土，我要去有任何嘅嘢奖项要赢到疆土，要攞得多奖项过疆土，咁你。生日会你已经做唔到俾人哋啦，系咪先？喂，你谂下，即系一个类比啦，系咪先？你 Anson Lau 整个生日会场就2000人啦，我当你2000人啦。喂，但系你睇翻旧年疆涛喺呢个科学园系嘛搞个呢个步行慈善筹款，疆涛出现。你都唔好咁远啦，今年系嘛喺海洋公园做个生日会，我谂即远远不止2000人呢个数啊嘛，即系喂你睇到嗰种差别系几咁大，即系收唔收钱啊？我真系成日喺度谂，喂你完全咧我种咁嘅叫做奖项与 fans 数目不相符啊！我自己觉得，嗱呢条咧就系一个娱乐圈嘅重大嘅一个罪，一个罪恶嚟嘅，你明唔明白？即系你就话到自己人气有几多啊，几劲，但系实质上出嚟嗰啲咁嘅，实质上出嚟嗰啲咁嘅 fans 人数咧，都不相符嘅，系咪先？即系你成日讲到自己啊，几劲啊，几受欢迎啊，系嘛，几多人支持啊？全部得个讲字，系嘛，完全都冇实质证据，系咪先？即系因为你根本冇人会点你啲数嘛。哇！我依家真系喺度谂紧，即系有冇我嘅观众听众系即系。深入系嘛，潜行啊，真系你入去嗰啲咁嘅神陀嗰啲咁嘅 FC 啊，嗱我当然我冇装啦，亦都冇咁多闲钱去做呢啲咁样嘅嘢啊，系嘛，即系加入佢哋嘅 FC，真系出席下佢哋啲活动啊，出席下佢哋活动，即系睇下佢哋嗰啲咁嘅化妆班啊，蛋糕班啊，系嘛。补妆班啊，咁啊睇下有几多个神台喺度啦，即系唔好成日喺度讲紧，哇！我哋几多系嘛？16万票系嘛？几多日系嘛？天星码头我又见唔到系嘛？西九我又见唔到好多人欣赏啊！
有啲游客喺度欣赏，有啲游客喺度欣赏，即系我谂都唯一一件美事啦，即系大家可以喺度睇到咯，系嘛？咁你生日会又自己闭门造车，系咪完全冇嘅？系咪即系好似见唔到人，即系好似冇面见人咁样啊？即系话，唉，我要匿埋去搞生日先，我要匿埋喺一个地方吓、啊，好似相传仲话要大量货金添，大量货金先至可以参加。咁呢个真系所以就咁样咯，系嘛？唉，所以即系咁样咯，系嘛？唉，所以就即系我点讲咧，系嘛？即系我所以点讲咧，就难免有啲失望咯，我自己觉得，即系我成日觉得系，我成日觉得系，你虽然系冇疆土咁红啊嘛，你明白？虽然你冇疆土咁红，咁我知道啦，系嘛？即系我成日，即系你冇疆土咁红，咁但系咧就但系你都要真系要俾啲实力出嚟先得噶，啊！你都要俾啲实力出嚟先得噶，系嘛？咁啊，所以真系所以就点讲咧，系嘛？所以所以就唉，我都唔知道，即系所以就唉，点讲咧？因为我始终都觉得，即系点解会出现啲咁嘅情况咧？咁样样，令到人哋觉得已经唔系一个对手啦。我自己觉得系嘛，即系已经系唔系一个对手，即系已经系一个，即系连对手都不如。我自己觉得。我都谂咗好耐啊，究竟点样描述一个唔系对手嘅人咧？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对手都不如，系嘛？你睇见今年山友个状况，虽然嗱，我都明白，即系我睇到呢几千，可能几千都冇添，而家分钟千零啦，千零个神徒，即系我睇到佢哋今次为咗教主嘅生日都好奋力一战，但系结果个咁嘅。结果个咁嘅情况咧，就不似预期，系嘛？亦都即系令到人哋笑咗出嚟，系嘛？即系你知噶啦，依家国际都即系特别嗰班咁嘅防弹少年团 fans 好留意，好留意你哋噶嘛？系咪先？好留意你哋嗰班160,000 fans 噶嘛？佢哋即系啲fans 啊，防彈啲 fans 真係信你哋，真係可以攞160,000出嚟，佢哋真係會驚啊咁樣。咁所以我諗成單嘢就真係覺得好離奇古怪，好離奇古怪。亦都係覺得即係做嘢要做全套咯。我覺得做嘢要做全套，唔好成日話。教主有几红，几多人支持？唔好成日话啊，即系依家佢系全香港最多人支持，系嘛？多过神徒，多过姜糖咁样，即系呢啲吹出嚟嘅嘢咧，真系冇人信。即系你话啊，即系要经过论证，系嘛？咁当然我又冇两边，即系。姜糖同埋神徒嘅实际人数，但系我亲身去感受过，系嘛？去睇见两边生日会有几多人出席，咁已经可见一斑，边个最受欢迎啦？系咪先？根本 Anson Low 喺人数同埋人气方面，远远都拍唔上姜糖。咁所以呢单嘢真系你要亲身经历过，你先知道
当中的问题所在，是吧？好，今次姜涛的中文新闻报道就是这么多，下一节回来再继续。